呢家人用1350蚊订咗一晚酒店连早餐，听落唔错啊！呢家人用1100蚊一晚就订到同一款酒店房连早餐，点解会咁嘅？梗系用咗 Trivago 啦 ，Trivago 比较全球几百个旅游网站嘅价钱，帮你揾更抵嘅酒店房价。酒店 Trivago。